奇迹。好的，那首先呢，事情往往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看到这里呢，各位看得出来这是什么东西？绳子。好，如果大家的视力没有问题的话呢，我想大家应该分辨出来哪一条绳子比较长，哪一条绳子比较短。这条短啊，你要去看一下医生。好，这是长的，这是短的。这个魔术呢，其实很简单。好，仔细看。我要找两条绳子呢，瞬间变成一样长。为了证明呢，这绳子呢绝对不会什么伸缩的，这位小姐，拉起拉起。好，来拉这个拉这个，重点是短的。好，没问题。没有。没有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仔细看，两条绳子，首先呢把它对折折上去。再把它对折折上去，数一二三，魔术的原理往往简单的出乎意料之外。我可以直接告诉各位这魔术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好，因为你在后面看嘛，我直接告诉各位这魔术怎么变的。好，秘密的在手上，噔噔。这样子呢，看起来就像是一样长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呢，很多魔术呢都是有智慧在里面的。对，表演魔术呢，最重要的是要有自信，你自己要先相信这两条绳子是一样长，它看起来才会是一样长。好，往往呢，这时候我都催眠自己说绳子是一样长，一样长，它看起来就会一样长。我来做，就再做一次示范。好，就像我刚才所做的，我自己告诉自己它是一样长，看起来就像是一样长，而且呢，感觉上就好像真的是一样长。接下来大家就更困难了，把它变成一条，两条变一条。好，这个其实呢，很多人呢可能都办得到。各位观众，一条绳子，这小朋友不太开心哦。变成一条绳子不神奇吗？这接上了对吧？我都听到你说了，对，这你也会啊，系上了。小朋友不要瞧不起魔术师，我是刘谦的。怎么了？咦？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。这个还没什么啦，接下来呢要做更不可思议的事情的。我把这个绳子呢打一个结，好，打成一个圈圈的形状，好，从这里打成一个圈圈的形状，好，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办得到，看着像一个圈圈一样，对吗？对，仔细看，想象力。圈圈呢，我就把它挂在绳子上面。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谢谢大家。